今天吃的呢是久违的炸鸡，说实话，炸鸡真的有毒，过一段时间不吃的话，真的会很想念。所以今天也换了一家炸鸡店，送过来吓我一跳，这么大的盒子，特别大，有3种口味，可以看见上面写着 "Hanmari"，就是一只，盼盼盼，三种口味，有酱料味道、蒜香味道，还有原味的，一共有3种，还有各种配菜之类的。这样一大盒是108人民币。感觉这样看起来挺划算的。这次并不是我自己吃，所以接下来让我们开箱吧。打开之后呢，可以看到给了很多东西啊，给了一个非常可爱的，上面写着有中文啊，伦敦熊熊牛奶蛋糕，哦，人性化，这个是什么？这个应该是拌的那个粉丝。这个是盐。这个是芥末酱。这个是拌面用的酱。这个是盐。还有一张1000块的，就是相当于6块人民币的代金券，还有我喜欢的白萝卜。好了，现在萝卜和这个一点面都已经拌好了。他给的是这种小桶可乐。看看他这个蛋糕。这个形状，接下来就开始吃饭吧。他们家的味道也可以。哪个是蒜香的？这是蒜香的，这好像是蒜香的，但是这是哪个部位我都不太清楚。这个面不知道辣不辣，哇，好辣！这个呢是酱料，哇，怎么这么辣？遗忘了这个酱，但我不太喜欢这个酱。感觉突然之间活了过来。
现在喝一口这个萝卜汤就非常的优秀了。他们家的汤不如上一家炸鸡店的好喝。最后呢，欢迎大家进入我的微信群和 QQ 群和我一起交流。好了，我吃完了，欢迎点赞、订阅、投币。我是黑子，拜拜。